哎呀，那你都啃露馅了，你露一个大象吗？心情不好。为啥不好？哎，不好，我就愿意在家。这房东真好，还是咱们中国人说话起来沟通起来啊比较得劲。好久没骑过自行车了，按照以前的惯例的话，就是得交押金你才能租人家的自行车去边境上溜溜。今天我们准备三个人，刚好他们家有三辆自行车，我们就骑上自行车走一走。我的妈，这个有点高啊。哎哎，他们现在正抓狗，把狗抓过去，狗跑出来了。我需要这块。哎，跑哪去了？这狗它一般不会让它出来是吧？我跟不上你，我就完了。来来来，还是需要帮忙，需要帮忙，把狗抓过去。丢下啊，主播。知道。我骑的没你快。哎呦，先帮着弄狗，先帮着弄狗，你别老想着玩了，赶紧，过来，抓上它。抱过来。它不咬人。啊。你不要骑太快就好。你别把我给丢下啊！你让我可能会丢下。你不有那个？有导航也够呛。有微信吗？你微信咱能联系上。你跟不上啊！走了啊！不是，扣20，然后剩下保存。拜拜了，您嘞。都行，走。啊！不要骑太快啊 ！Go！师徒三人去取经，这真的是有点这二八大杠的感觉。我小时候就骑二八大杠那个大自行车，那时候买不起嘛，买不起小车，是全国都买不起那种小车，骑那种大车去上学。今天下午去匈牙利边境上看看。今天我们骑这个自行车路过这个相对比较大的商场，这看到了我们中国产的电动车，这个在塞尔维亚的苏博地产还是可以见到这个中国牌的电动车，那里还有一辆，这个不知道，很像是我们中国产的，好像这种车也就只有我们中国可以产啊。我看什么牌子的 ，RS 不得，这个车非常老了，最早几年那个时候，在北京。他们送快递的，我见过这种车，非常的结实，这个皮实，可抗造。这个，这是我们三个人的自行车，还有那种滑板车，滑板车不，这个没有什么稀罕的啊，就是说能在这个地方见到家乡的国产，这个有一种亲切感。奥迪。还有我也发现，就这边人我感觉普遍都比较长寿。那天给那个中国的那个房东那个老爷子在聊天，人家上门90岁95岁照样开车，照样自己买菜，而且还有一个就穿得很时髦。我在诺维萨德看他们就相对来说穿得可时髦了，你别看他岁数大。我刚开始来还担心，就是这边的车不是有密码吗？我忘了问他了，还要担心要不要锁。后来才发现这儿都人家都没锁，你看这儿都没锁，不用担心会丢。这儿还有咱们这儿的老家的三蹦子呢。还丢了，咱得给赔的钱。对，尽量还是。就快点吧。尽量还是快点。那这样。我在这儿看着，你们俩去。好 ，OK。Just go。好。sorry， 他家有冰箱，咱们就可以多买一点。这是当地的一个超市。哇，这么黑啊！哎呀，那你都啃露馅了，你露一个大象吗？心情不好。为啥不好？哎，不好，我就愿意在家。想家了，这姑娘想家了。这给超市价格差不多，咱们先去看肉吧。
哦，这个超市，这个超市是很大的，就给人感觉，哎呀，很接地气。哎，这什么呀？辣椒，好好吃。土豆，这土豆便宜，这土豆40，70，我们昨天买的是90，这个土豆90，哦 ，OK，OK，Thank you。我以为他是卖肉的 ，meat，meat。I want to pay meat， 对吗？既然都已经出来了，就要每天高兴一些。Understand？便宜了吧？这一个大肘子才469，也就30块钱，好便宜啊！想吃吗？159鸡翅，鸡胸肉是600多，还有500多的，鸡腿是400，它这个应该是1公斤。我们要4个大鸡腿吧？要不？我靠，行吗？走，我现在走走看看吧。也不敢说话了，你这儿。这儿有卖肉的，差不多。一定是没有人招呼我呀、啊。不、哦，对对对，还说要吃鱼呢。要不要吃鱼啊？这啥鱼啊？我靠，这鱼长得真怪、啊、上面是黄色儿。啊，这是熟的，炸好的鱼，一条鱼199，十几块。这应该是啊，这狗粮，狗粮。面包店啊、哦，这是卖那个牛肉，不是牛肉，不像牛肉。这么深应该是牛肉，不是啊，那个是牛肉，这个是猪肉应该。还有猪肝猪脑。猪脑哦。我想买点羊肉的，始终没见着。欧萨，来，我看一下。OK。How much 啊、550，一公斤是吧 ？OK，OK，finish，finish，OK。终于，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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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511是吧？我们。OK，OK，I want to hear the number. OK, no problem. 500. Yeah, no problem. 500. No problem. No problem. Okay. 我们买完菜了，三剑客骑车回家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这边自行车是真高啊。哎呀，没曾想到在这儿能骑上自行车，在这个城市里面溜达一下。下午我们要去匈牙利靠近边境的地方。